长今天来到民进党的票仓三重的一间公庙来参拜，但是在开始联访之前，蔡总统提到了昨天发生在嘉义车站的一个事件，因为男子逃票被铁路警察制止，结果这名年轻的铁路警察才25岁，被刀砍伤，而且大量失血，宣告不治。总统今天发表了最新的谈话，带您来看。在嘉义哦，我们的铁路警察哦因公殉职这件事情哦，表达我们的哀悼之意，而且也感到非常的心疼跟痛心哦。所以我们已经要求我们的警政单位哦，对于我们将来我们的警员执行的安全哦，要进行检讨，务必使我们的警员在执勤的时候哦，能够确保他们的安全。那么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辛苦哦，那我也要在这里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意。很可以听到哦，总统表示非常的痛心心疼，并且已经交办各部会，这名原警家属事后的这一些处置，这些抚恤一定要好好的来一起协助，并且也请警方确认，请各部会确认警察以后执行的时候必须要保障安全。